火箭少女101队长 Yami 的穿搭风格一直非常独特，配上典型的东方美长相，是位特点十分鲜明的女星。日前 Yami 受邀前往参加2020春夏米兰时装周，9月23日 Yami 米兰看秀归来，现身北京机场。她墨镜遮面，身穿运动套装，潮范十足，巧妙搭配绿色流行色，展露时髦小心机，一路上与粉丝热聊，心情大好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